生意关系好好的，由于他的好他才有今天的我自己的感觉上是这样的。那因为他的生意很好，我不打电话给他，但是我心里面很多谢他，大爷不好意思啊，多谢你。哎呀奇哥啊，你打电话给我嘛，那我都希望你回来跟我们聚下酒。那宝珠又在这里，芳芳又在这里，我们整班阿修哥都在这里，我们整班一起几开心呢。